现在科学也发现了，知道一切法无所有无所得啊，德国普朗克博士啊，这是上一个世纪末的人，爱因斯坦的老师，一生专搞量子力学，他研究的科目就是物质，物质到底是什么啊，用了一生的心血，没有辜负他，物质现象真的被他发现了。发现所说的呢，跟佛经上完全相同。佛怎么说的呢？一切法从心想生，物质是心想生，被他发现了。啊，证明这是科学重大的发现。啊，这一发现，他才说出来，我们这个世界的科学，400年来，有一个最大的错误，啊，障碍了我们正常发展。这个错误叫二分法，把宇宙之间一切万法分作两分，物理、心理，就这两分。啊，物理、心理，它是独立的，两分法是独立的。现在知道是这是错误的，物理跟心理是一桩事情。啊，是一，不是二。啊，所以近代科学的发展偏重在物理，物理已经走投无路了，出了大纰漏了，怎么办？没有办法。啊，如果的时候知道物理跟心理是一桩事情呢，这事情就能化解。啊，所以他们提出以心控物，啊，用心控制物质，为什么？物质是心变现的，心善物质就善，心恶物质就恶，天灾人祸是不善念头引起的啊，能够把念头改正过来，这个灾难就没有了啊，这是佛经上所说的境随心转啊，这个现在被量子力学家完全承认了啊，这佛经上讲的一点都不错啊。有人在群书摘要里头、纪要里头揭露了49条，他专门讲什么呢？专门讲灾难一共49条，灾难怎么化解？你看古人用的方法，遇到这些灾异异常现象，都反省，都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，用这个方法来化解，真有效啊，不是迷信啊。啊，遇到非常的灾难呢，那些帝王都惊慌啊，赶快检讨啊，自己有什么地方错了啊，政治上设施啊
有没有错误的地方？啊，有赶快改。啊，这叫斋戒沐浴，大赦天下，做好事啊。啊，它真有效啊。啊，因为灾难这种事情，在全世界它不能没有，它有啊。啊，有要知道它怎么来的。中国古神先贤没学过佛法，佛法没到中国来，啊，就讲这些因果报应呐。啊，你看《易经》上所说的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。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啊。这个原理就能解决很多问题。我们今天殃祸摆在面前，一定是积不善而来的。啊，能够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就能化解问题。啊，古人把这些灾异都当作什么？上天对人们的警告。嗯，小的变异提醒你，你要注意到。啊，重大的变异的时候呢，那就是灾难要降临，还可以改。啊，你真正要觉悟，真正要回头，你能改。如果你不相信，你执着自己，啊，认为是对的，不理这些灾变，就会导致亡国。啊，这历史上都有证据啊。宇宙人生，只有佛讲得圆满。啊，佛把宇宙分作六个方面：性相、理事、因果。这六个字总包括尽了，事出世间所有一切法。都出不了这个范围。啊，性是本体，能生能变。啊，所生所变的是相，所生所现的，能变所变的是理。啊，能变的，啊，所变的呢是事，啊，离事里头都离不开因果，啊，因果就讲善恶，讲祸福，啊，善所感的是福报。我所感到的就是凶灾。这里面事情千差万别，非常复杂，但是总纲领不外乎六个字啊。啊，佛把这个讲得很透彻，很清楚。啊，为什么他能讲得这么透彻，这么清楚？他看到了，
啊，是他亲证的境界。啊，他看不是用肉眼看。佛说有无眼，有慧眼，有法眼，有天眼，有佛眼。无眼圆明啊！什么样的人证得无眼圆明呢？无眼前面我们学过啊，《大乘经》上讲八地以上，实际上圆教初住以上都有了，但是真正的限量境界，是住、是行、是回向，甚至于十地，前面的七地都没有看到究竟。啊，八地以上的就究竟看到了，彻底看到了。啊，所以他说出来啊，你像物质现象，物质到底是什么？究竟彻底，现在科学家证实了。我们听的这个报告啊，也非常惊讶了。八地才能见到，你怎么会见到啊？啊，科学离不开数学，这非常高深的数学，从数学里面发现有此可能啊，然后再用精密的仪器去观察啊，一步一步的深入追踪，到最后搞清楚了啊，他所使用的方法跟佛经上讲的同一个原理，就是分析啊，一般人认为最小的物质是细胞，那最小的啊，可是细胞在分析的时候才发现，细胞是原子组成的。啊，发现原子，认为原子是最小的物质。啊，原子的发现，80年前。啊，20世纪的初期，发现原子。啊，那么这个80年来，很有成就，啊，技术越来越先进，越来越精微，啊，能够把原子分开，啊，看见为原子是原子核、中子、电子组成。啊，再把原子里面的中子分开，原子核分开，电子分开，究竟是什么？啊，这一分开的时候，科学叫基本粒子。啊，基本粒子好像有几十种之多，将近100种。啊，这个东西再分。科学名词叫夸克，夸克也有几十种，不相同。啊，这都是肉眼无法见的。啊，夸克再分，发现微中子。啊，微中子最小的了，
佛说了，即为智慧。大乘经里面也称它叫即为色，色就是物质，啊，极其微细的色。啊，这个即为色不能再分了，再分就没有了。啊，科学家把这个微中子再分开，这一分开真的没有了。那么微中子就是佛经上讲的即为智慧。物质没有了，是什么呢？发现它是念头，就是思想的波动现象，这才恍然大悟。物质是什么？物质是念头思想变出来的。啊，跟佛经上讲的一样的了。啊，色由心生，这佛经上说的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都讲这个问题。啊，这个是八地菩萨才能见到的，啊，被他们见到了。八地菩萨他不是用仪器，他是定中看到的，这么深的禅定，啊，极其微细波动的现象，他能捕捉到。啊，科学用精密的仪器也把它捕捉到了。啊，捕捉之后跟佛经上讲的完全相同，这才非常惊讶。啊，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根本没有科学知识，他怎么会知道的这么清楚？啊，于是科学家他们也在想，可能人本来有一种本能，这种本能呢，我们现在失掉了。对，本能就是禅定，本能就是清净心，心清净到极处，啊，这个边际，色的边际就见到了。啊，那么色现在清楚了，念头产生的。啊，这个念头频率多快呢？弥勒菩萨讲的，一弹指32亿8000年。啊，百千是10万。32亿乘10万，一弹指320兆，频率这么快，我们一秒钟能弹几次？啊，我相信有人比我弹得快。啊，我一秒钟大概弹4次，比我弹得快，应该弹5次，五再乘个5倍，1600兆。一秒钟，1600兆的波动现象，那个里头的一个波动，1600兆分之1秒，现在科学家捕捉不到，啊，但是科学家很厉害，啊，高雄刘医生给我一个资料。啊，这是最近科学家的报告，他们能够用仪器捕捉到1000兆分之1秒，啊，能捕捉到。啊，可是佛说的比他还快，要1600兆分之1秒。啊，现在1000兆分之1秒能捕捉到。这仪器再要能进步的话，应该可以像佛经上讲的一样。
你从仪器能够看到物质生灭的情形。但是每一个念头是一个物质现象，一个精神现象，没有相同的。所以我们这个经上前面多苦，那一句写的真有味道，叫不断之无，这个念头不断，但境界像是无，有没有有，一下就过去了。你是一秒钟，1600兆分之1秒，你怎么能捕捉它？我们用一种现象，你去感受一下。以前的电影是用幻灯片的，现在是用数码的，速度快了。以前幻灯片的1秒钟24张，这个我们很明显能觉察到。如果只放一张，速度里只放一张，24分之1秒。放在放映机里头，怎么放法呢？我们只有一张有照片的，其他都是空白的。你让在放映机里面去放的时候，你会感觉到有个东西一闪就过去了，什么内容不知道，没有看出来，一闪就过去了。那么1600兆分之1秒了，他在那闪过没看见，一点感觉都没有。他太快了。你看看，现在这个喷射机在空中飞的速度，1个小时，我们做长途旅行，差不多是800公里这样子。飞得最快的时候，就1000多公里，1个小时。我们用照相机，快速的照相机就照它，它没动，洗出来飞机没动啊。你就晓得这速度，让我们呢这个感官，这个眼睛看东西这个感官，再快的速度，我们如果用同样速度去照它，它没动。所以弥勒菩萨讲得很清楚念念成形，形见有实。佛问得好，心有所念，凡夫，我们起个念头，这个念头里头有多少个细念，微细的念头，有多少个形，形就是物质现象，有多少识，识就是精神现象。所以佛这一问呢，我们把它连起来看，念头、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，这三个合起来就是经上讲的五蕴。色受想行识，色是物质现象，受想行识是精神现象，这无蕴是一体，不能分割的。所以极其微细的这么小的物质
微中子，它在哪里？它都在我们空间，穿来穿去，它没障碍，这墙壁挡不住的，这条东西。啊，什么障碍都没有，他能看，他能听，他懂得我们的意思，我们起心动念都知道。美国修兰博士来参观我们这个地方，我带他来看，他就指着桌子。墙壁、天花板、地板，通通都能知能见，能懂得人的意思。他明白这个道理。啊，你说你起个心动个念，说瞒人，是，人很好欺骗，可以瞒，这样东西你瞒不掉啊，全知道啊。啊，不但是水知道啊，这一切物质现象都知道。为什么？它是五蕴组成的。啊，所以《金刚经》上所有物质现象叫一合相，就是一个基本的物质。现在讲微中子，通通是微中子组合的。啊，微中子面积多大？科学家说到了100亿个微中子，聚集起来，它的体积。等于一个电子，原子里的一个电子，啊，原子里的电子是最小的，100亿个微中子，也就是等于说，把一个电子分成100亿分之1的微中子，那个不能再分，再分就没有了，啊，就看到物质的底牌，物质究竟是什么。念头啊，所以秀兰博士给人治病，完全用意念啊，不要用医药啊，也不必打针，跟病人不要见面啊。他告诉我，他需要病人的名字。出生年月日，住在哪里？啊，这叫病历。啊，到底是什么病？他只需要这个资料。啊，治疗的方法很简单，观想。我们的16观经观想。啊，怎么观想呢？把这个病人观想跟自己合成一体，啊，两个人身体变成一体，然后看病历啊，我哪些部分出了问题，用念头把思想清除干净。啊，把一些不善的念头清除掉，善念头也清除掉，让自己真正恢复到清净平等。这个时候，你那个带着病毒的细胞啊，就恢复正常，病就好了。啊，每一天观想30小时，要连续30天。啊，对方病自然就好了。啊，隔几千里也能够治疗。啊，但他基本的道理就是清净心。啊，必须把自己的心，啊，他讲记忆。啊，这个记忆就不是好东西。你有不善的记忆，要清除掉；善的记忆也清除掉。将你的心回归到清净，啊，这个清净心就起作用，就能够把，啊，
带着病毒细胞的东西啊，通通清理干净，恢复正常。啊，这是夏威夷古老的治疗的方法。啊，他运用这个方法用得很成功。啊，几千个案例都被他治好。啊，他也在到处宣传、办讲座、啊，传授，好事情。真正学这个东西，先学做好人。啊，先修清净心。慧能大师开悟头一句话是：“何其自性，本自清净。”只要你有清净心，换一句话是：你健康，你不会生病。你有病痛。